我叫李想，然后我这个人平时特别喜欢就是挑战，比如说我上一个主持人来挑战演戏，来到我们 SNL 就是我最愿意干的事儿，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挑战。来了挺想多学一点东西，因为之前可能发散的更多，来这之后我会看见很多高手，会演戏的、唱歌的，各种歌剧的小碗的歌剧也唱得特别好，然后反正你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有每个人特别独特的那一点，我觉得是应该多多挖掘多多学习。陈赫、岳云鹏领衔好校友高级的新模式年轻代喜剧综艺秀，周六夜现场，6月23日起每周六，优酷独播。这世界很酷。